你仔细听过清洁的声音吗？勤恳淡出懈怠，勇气服侍平凡，耐心清理杂念。时间既打磨表面的虚荣，也擦亮无需掩饰的棱角，展现生活本来的模样。所谓清洁，是在日复一日之间，让生活不断复原，重新归位。也正因清洁常在，我们才总是能够穿越嘈杂与纷扰，回归通透。带着轻盈的步履，始终笃定前行，专注自己的方向，不急不徐，不偏不倚。谢谢你们，让我们静在方寸间，置身尘世外。可我司方形扫拖新旗舰第8X2悠然上市。